是伊捌真多的代志，伊讲闪电是天的钥匙，钥匙打开有雨水。阿嬷毋捌字，但是有一张情簿写予伊，经过几十年毋捌拆开。讲啥你不如相思，我的伊要来离开，伊讲孤单伤心落泪，无人陪我去，就断了过去，不甘心付出为何归。失去真体拢无意痴心变痴迷，我甲阿嬷问，阿嬷的情话是写什么？伊讲真心的爱无勇气，才来用你骗情。谢谢，感谢咱的美惠。